你好，你好，二位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拿这些东西啊？这是昨天那个水果啥的，我给他拿过来了。拿过另外这个水管子不坏了吗？坏了之后拿的工具，我怕是到这没有工具，热熔啥的，这个管钳子、扳子啥的。哎呀，这不是真专业呀！小磨机啥都拿来了。哎呀妈，我看这里头还有饮料，给昨天饮料都给大家拿来了。昨天饮料都拿来了。哎呀，大哥你太可爱了，那站去吧。走吧，我来不行，我拎吧。哎呀，真沉呐。你没事，您放吧，没事没事，走吧，走走。不敲门是不能给你开呀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我的天，你好你好你好。这家够累的了，你就放地去吧。大姐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昨天那个东西。昨天那个水果啥啊，又带来了，多沉啊！这没事。然后这个工具，这是工具，带工具。我还跟你想，要不然我家也有，但是不知道行不行。啊，都带全了，大哥的工具。有备无患。有备无患。来吧，下沙发，坐歇会儿吧。董大哥这东西啊，可真是没少拿呀。一进屋，王大姐就赶紧招呼着董大哥坐下来歇一会儿。但是咱董大哥人实在呀，非要把活先干了。这碗还漏水了。对，你看他买就换一个这玩意儿、就是。换，这叫水龙头。我看您这个，你这个原来接着都换它吧，一舅。我先卸这个大盖。给我拿小盆儿，有没有小盆儿啥的？啊，接接水，这里有水。有水啊啊，你说这两个管也换？对呀、啊，你这高度我还买，稍微高一点行，这或者这个我就给拿它去吧。啊，对啊，按照这么高行不行？行。突然有个人说能让你靠着了，啥都不用你伸手了，这你咋想的？那当然感觉好了。嗯，那我们找的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